征召侯友宜同志参选2024中华民国总统。千呼万唤，国民党终于宣布征召侯友宜角逐2024。欢迎侯友宜同志。朱立伦、侯友宜先拍肩，然后紧握双手，长达一个月的征召初选，这一刻不分挺郭挺侯派，鼓掌欢迎蓝营最强母鸡。侯友宜一讲话，先感谢对手郭台铭。谢谢郭台铭董事长，为国为民，团结大家一起来打拼的精神。我更要感谢郭台铭董事长。他展现出一位国际级企业家的远见，更坚定爱我们的中华民国，爱我们的民众。在党内诸侯小鸡簇拥下，终于不再被动表态，这回他主动出击，高喊政党轮替。我们必须大破大立，再次让政党轮替。再次让政党轮替，再次让政党轮替，才能够救国家、救台湾，很重要。所以刻意讲三遍，除了救台湾，更要守护中华民国。要参选，就要胜选，守护中华民国，爱台澎金马这块土地的人民，是我一生唯一的信念，霹雳哥更好的未来。因为咱拢知影，中华民国是咱的国家，台湾是咱的厝。参选起手式要为台湾拼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也象征2024总统大选正式开打。镜新闻学院连志豪采访报道。